是第七魂技武魂真身。分身，来呀，大笨熊！嘿，抓不到我！就是要等敌军进入我方魂技攻击范围。行动。七宝转出有琉璃。七杀剑。一个剑道晨曦，竟种出我炎炎火爆的武功。
血珠刺，泰坦左臂魂骨技能重力泥沼。不好，完全被冰壁中压制了。九宝永明，柳月宗。泰坦苍穹炮，噬魂诸皇真身，噬魂诸皇第六魂技，永恒之窗。你们能拖住我们，全靠那个九宝琉璃塔丫头的辅助。如果失去了她的辅助呢？什么？有危险，蓉蓉！竟然有这样的保命绝招啊，有意思，就让我看看你能挡多久。第八魂技，虚空之影。凭着第八魂技消磨了我的九宝神光，再这样下去，你能蜷缩在其中多久？别忘了，你的同伴失去了你的辅助，可是有性命之危的。被他们突破，后方大军再无还手之力。唐三，
国麾下的炎灵宗与火爆宗已被我杀伤大半，你确定不需要去增援呀？不惜一切代价杀死这个小姑娘，就是陛下给我的任务。你要护她，那就看看是你的剑快，还是我快。哼，嘿，还不？你尽管试试。第五魂技，回应身形。第六魂技，幽冥寒光。第五魂技，威震四方。等等，继续去辅助你的同伴吧，对付他一人足矣。求宝转出有琉璃，现在小三他们吸引了大部分火力，我们正好趁势而上，彻底切断武魂帝国前后方的联系。有道理，我军可以从两翼包抄突围。传令，攻城部队向前，魂师军团随行，战胜出击。有战！